大家好，我是阿六哥，今天是小年夜了，杀一只鸡过节。现在已经把火烧起来了，洗下锅去，烧热水来杀鸡。我要去找蔬菜做菜，不准。那姐姐来跟你玩了。小玉，干哥去阿婆那抓个鸡上来杀，快走。那婆下面为什么要抓？过节了，今天过节，今天小年啊。嗯。我在工厂问的，工厂的妈妈。妈，快在外面等着。可以。抓翅膀，抓脚，抓哪里？哎，抓鸡。他有点怕。别那么笨的哦。他就拿啊，我来拿好不好？是啊，是爱人拿得了是没？他哥的。阿柱喜欢，阿柱害怕。嗯。来，走，上去。我烟花吗？阿哥。不要。嗯。啊，拿着去，我去拿刀了，把它杀了。对呀。你看，就跟就像一个儿子一样。走吧。快走。这么肥这个鸡，那么多油，不吃去。去拿来，拎走，马上就不行了。干什么，小玉你？我就脚痛啊。脚干嘛痛？我在看到这条去那里爬，然后就痛啊。谁叫你去爬？去哪里去爬？那边。放谷子那里。拿柴来吃呀、啊。哦。我的脚就痛啊，可是我不想录啊。我不想录了，不如就回去坐着。你要把我。把我。哦，好。
走不了路还跑回去。几号大哥拿棒冰来蒸。鸡我已经砍好了，小玉妈妈还没下班来，说好不用到六点，现在都没到，看没看到回来，现在已经过了六点了。终于回来了，刚好。咋是半点红的？小玉，干嘛了？小玉。小玉要出去玩。去哪里玩？哦。去哪里玩？你看，那么多好吃的。来，你们到你家。来，一天没见你了，走。去哪里玩？想去哪里玩？我是优酷那里。连优酷都吃饭了。吃饭吗？赶紧去。那我要吃饭了，你挡着我干什么？简简单单。好吧。嗯，吃饭先喽，拜拜。